总共有一二三个颜色，这里是可以滑珠的，你是可以按照你的身形压到底，它比较好拉。里面呢是有这个拉链给大家拉的。再来，我们还防你的东西掉出来，它还是有安全磁扣，而且这扣子还蛮紧的，它可以放一个中夹粉，然后 AirPod。口红、手机大小通通都可以，因为这个空间这不是废包。我自己最喜欢美拉德的卡，因为我觉得就是要流行跟上今年的时事。那如果你想好搭就是黑色，想要时髦感一定要买银色，我觉得会超级好看。然后它就是滑质感很好。